我要到临安开厂子，开深夜厂，一人准备10000块钱，过来给我推头装啊。我要到临安开厂子，开深夜厂，公安局的人我跟你们说一下啊，派出所的啊，一人准备10000块钱，过来给我推头装啊，要么就把我抓进去。经审查，蔡某称其为短视频博主，为博取关注度涨粉丝，拍摄了该挑衅视频。目前蔡某的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，被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处行政拘留12日的处罚。我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我不应该乱拍段子乱发视频，对不起，我真的错了。